本周外装与内装皆与真实的蒸汽火锅头没有异常，完全没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哦。听到铃声了吗？代表说火车正要穿越平江道，火车正要穿越平江道，请各位来宾小心，请各位来宾小心，不要再跨越平江道，以免发生危险哦。进站，进站，来了。火车准备进站喽，平江火车完全静止以后，再踏稳平江道的小车。